在开车前往古关的路上，这栋木屋瓦顶外形的建筑颇有山林间的闲适气氛。云转庭园餐厅提供了火锅、简餐以及茶饮等等料理。宽敞的室内用餐空间提供简单的茶水让人自行取用，而最受欢迎的养生火锅使用了多种的中药，汤头喝起来温润，让人暖上了心头。很难想象，这里原本呢是一片柿子园，后来改建成了景观餐厅。老板在店内的庭园呢，悉心地照料花草。如果你来得早，可以选择坐在户外的座位，在美丽花园的包围下，一边欣赏前方水景，然后一边惬意地用餐。